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翩翩世来。今天是11月27号，我现在是在四川的丹巴县梭坡观景台啊，看山上下雪了。昨天这里下雨了，风刮得好大。我昨天在车上睡觉，然后那个风刮的，我的车子都在摆动，风刮得特别大。然后这个平台这里下了雨，山上就下了雪，看。昨天下雪还挺大的，就是前一段时间下雪就下了山尖尖那一点点，然后这一次下雪，你看下到半山腰了，下次估计下雪都下到这里来了，你看，好大的雪哦！大家近期想要来川西游玩的朋友就可以玩雪喽，给大家环视一周，看一下这个观景平台啊，在丹巴的话就看古雕藏寨、美人谷啊。现在的雪景还有秋景是都可以看得到的啊，哎，还是挺美的啊。这刚刚下雪啊，温度还没有那么的冷啊。晚上温度的话，它预报天气是-5、6度，但是我感觉没有那么冷啊。像往年的话，我在川西这一块的话，穿的都是很厚很厚的羽绒服。今年我就穿一个很小的这种短款的羽绒服啊，都没有穿那个大款的羽绒服呢，就还好吧。这个温度的话，就是太阳一出来的话，这个就很暖和，然后不出太阳的话就很冷。早上一起来我就把摊子摆起来了，刚刚来了一辆大巴。好像是台湾那边过来的人，然后一杯也没喝。昨天有一个粉丝，然后给我私信，想要去贾伊拉措。然后今天早上我安排我的丹巴的一个朋友带他去贾伊拉措了。贾伊拉措上面的雪估计更大，希望他们玩得开心。能爱慕一家老亲怎么等啊？怎么到底出来？让我个老大可怜老我心哎呦，对了，肩膀那里我粗手把头耶，让我姐弟我粗盘一生，笨蛋啦糯米我粗做成真，我粗爷娘。让我。